既然选择了，你就要享受这个辛苦中带来的快乐。细节决定成败啊！伸腿怎么练啊？每天练呢，每天。How do you feel today of my coaching style?我是应该是第一位女性教练员取得这个奖项吧，必须得让他们自己摸，不用让师傅修一下就好了。中国滑冰协会主席李磊致辞。我觉得我有潜质啊。事物都是不断的发生变化的，只有变才能够有进步。每一天都是美好的，都好好的。